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丁，今天专门做这个英雄一百的彩笔视频。然后呢，这一支是已经改装好的，就是可以通用这个吸墨器版本的一支英雄一百。那先讲一讲，首先这支笔有什么配置啊？首先这个是它卡那个，等一下，卡那个什么，就是。这个吸墨器几年是吸墨器的一个，我顺便一起拆了吧。需要拿一下这个。可以可以。顺时针方向不是很旋紧，是拆。然后这个，这里面其实就一根导管了，所以就是为什么它吸笔效果不太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个原因。然后再下来。哎呀，这样也是顺时针去拆啊。正常顺时针呢，它是一个扭紧的，它这个笔的话是反过来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这些等会再拆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心的，首先白色这个套卡榫它是可以那个就分离的，那拆的时候小心一点。然后这个它应该是这个键。不是，这个应该是吸墨器的那个钱，不好意思搞错了，吸墨器的那个，你看应该能卡进去。那这支笔的话，到时候那个链接我会放在下面了，但这不是业配，先说了。送的话，配件房这个密封圈，它送了一个，然后总共是这里能看到吧？应该是两个，然后这一个吸墨器的这个口也是送了两个，这个是干燥机啊。我通常笔盒什么都会放一个。好，那基本上这样子，就这个就吸墨器，反正这种真心不是很好用。然后这个笔啊，刚刚拆的时候慢慢旋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就是因为它这个是需要拆笔器，那这个是那拆笔器方形的，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，旋转出来就可以了。那就这样子一套，然后你看这里有个正方形的一个口，然后不是正方形，这样直接拔就可以。正方形的那个口是这个地方，不好意思搞错了，这个地方。然后到时候一旋紧就一旋，这卡进去一旋就可以了，看到刚好能卡进去的。那这个就是密封圈在这里啊，这个要小心不要搞丢了。然后再下来这个就是那个毛细管。那这个地方有个讲，就这个我这个卡进去的时候吧，你看不是特别刚刚好，像这个的话好像就能刚刚好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这个是那个吸墨器版本的，可能是收缩率不一样吧，还是什么问题。你看这个笔舌也是不太一样的，顺便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了。它这个笔尖反正应该也是属于刀锋导模了，肯定不是水滴了。然后我再拿一下那个无印的这支来对比一下，你们能看到，反正它这个尖是很，它本力好像还小一点。另外的一个颜色的话，我倒觉得没什么好说的。颜色这一块，暗尖笔说实话个人不是特别喜好，只是说我觉得应该收一支国产笔嘛，那我就会选择了英雄一百，就是作为一支拿来收藏一下的笔吧，可能这么理解。然后这个一拔就可以了，当然紧的时候记得最好拿这个内轮胎那种内胎片，拿这个一把会比较好点，没那么伤笔。然后这个一拿就可以了。那它这个好像是一体的，应该是不能拆的。那反正就是这个导管，你们能看到，很细很细。然后这个下来的话就简单了，就这样子。你看我这个就其实是刚刚好了，这个一卡刚刚好对准了。我不知道这两个笔舌为什么会这样子差别，那知道可以给我讲一下，因为这个。吸墨器版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拆过好几次了，然后我才来拍视频嘛。那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然后就，哎，这个地方我笔尖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的？真心不知道，没事，就这样吧，应该是这么装吧，我觉得。然后再下来，那个这个笔现在我放进去的时候，哎呀。你看其实会比较刚好一点，你看这一边感觉会比较刚好一点，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了。这个，但这个我觉得最难装是你要把这个笔尖给这样子对准，我觉得最麻烦是在这个地方。
然后这时候呢是这样子，你装的时候要把密封圈先装到这边，然后再这样子给它下去。反正英雄一百这支笔应该是逆时针，对，逆时针给它伸进去。反正这支笔啊，你看它最麻烦，你看这一圈，所以这支笔说实话不是特别好装配的一支笔。这个方法有没有办法可以补救一下？可以跟我讲一讲这个，因为真的，你看我现在猜到一般就这个，就搞这个的话能搞超级久。所以说按键笔，你说好拆不好拆？我觉得真的不好拆，有时候真不懂工人是怎么装配的。我比较好奇这个，因为不好装配的东西的话，你去生产的确是非常的累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我需要挣扎一会，然后那不然可能我啊、可能要我可能一开始对旋这边一点点，然后让它慢慢这样子转。还是歪了。好，让我开加速，然后挣扎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终于知道原因在哪了，搞了我半个小时，气死我了。哎，这支笔，哎，真的是。那首先这样子，我这里插进去没有问题，这边反正你就插紧一点也 OK。这个，另外一个是这里这边有一个凹槽，然后这个片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凸出来，就是为了对准它。哎呀，我去，真的是醉了！这支笔真的拆完一遍，不想再拆第二遍了。怎么不能像万宝龙那种，就是说这么贴心呢？这个就感觉它里面的设计没有进步过。第一个，这个完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没有感觉，就结构上面起码你弄一个凹槽吧，然后要拆也好吧，然后这么一旋紧应该就 OK 了吧。然后还是一样这个问题，但还是一样这样子一个问题啊，一旋紧的时候你看我一扭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个地方我随便装一下吧，然后就是知道观众麻烦跟我讲一讲，哇，拆这个笔太吐血了，然后装起来也是很吐血，这个里面的结构真的这一点真的是十分的差评啊，完全没有进步，感觉就是没想到这个细就是拆笔的细节，对，还是就大概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哎，不想弄了，有点想把这支笔卖了，真的是醉了。然后这样子，这支笔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再给它逆时针的旋紧，最后呢加上这个吸墨器，然后再回去就大功告成了，就是这样子的一支啊。反正太吐血了，这支笔应该啊，我估计要出装好，我也想把它出掉。真的，如果每一次洗笔的时候要这样子弄的话，太痛苦了，我觉得。而且还为了这样子一支笔来培养熟练度，我觉得时间成本划不来。好，那大概这样子了，反正拆的好累，反正有什么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，或拆的步骤不太对的呀，那个感谢大家，拜拜。